欢迎收看《大叔史记》，今天用可乐搭配面条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准备半根胡萝卜，炒成丝。黄瓜同样炒成丝备用。大蒜拍碎，剁成末。碗中放点芝麻酱。加入6勺可乐，1大勺生抽，2勺香醋，1勺白糖，1勺老干妈豆瓣酱，适量的蒜末，最后放入一点熟芝麻，搅拌均匀。锅中烧开水，下入面条煮熟。煮熟以后捞出，放入调料碗中。放好准备好的黄瓜丝和胡萝卜丝，翻拌均匀即可装盘食用。一份美味的可乐凉面就做好了，吃起来酸香甜辣，做法简单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欢迎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